哎，美女，帮我捡一下瓶子呗。哎，你咋回事啊？撞我车是吧？赔钱。你不让帮捡瓶子，我咋会撞你车？那我不管，撞我车赔钱。讹人是吧？讹你咋的啊？老实告诉你，车也是我讹来的。我最近没上班，我没有钱呀。那也不好使，叫你这样给我送钱，赶紧的。你先松手，我帮你整钱。我松手能咋的啊？我松手，我看你能咋的。好久没看。哎，我看你能咋的。我想做一个梦给你，填满你心中所有空隙，让流过泪后的苦涩。你就是教练呀？对，我就是教练，只教不练的那种。咱这车咋没有离合呀？我这只有悲欢，没有离合。你报的是自动挡，自动挡，哪来的离合？那我知道了。知道了，加油，走。加油？啊，加油啊！我加油吗？你不加油，他怎么走啊？不是教练，我当时报名的时候没说要让我加油呀。我的天哪！就你这个智商，你要能学会，换下一位，下车，走。学员要学车要自己加油了，滚！哎呦你妈！脑子也活不下去吧？我看你不活得好好的。